听这一首歌，我自己还有另一个想法，就是出淤泥而不染，但是这一朵花谁说一定是纯白色的，我想表达这个概念，所以在这个舞蹈上面的编排上面就用了很多像花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其他的小一点就有点莲花的感觉，下面那个莲叶，来我们往下，已经合上了，花合上，花合上，快点，花合上，花合上，鲁智深，花合上，说谁呢？我们是玉组，现在努力练习。郑九荣 ，Yes， 他是我的脚本玉组，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。谁呀、啊？直拳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好好凑合点儿？你自己，你拍一个。玉泰，你拍个照片。联动，你别动。真的、啊？我看一眼，我摆一下啊。你别动。他头不够长啊。对你不够。还有谁头发长？没了。别动啊！我中分一个。别动，我中分一个。别动。OK。OK， 拍下来，快。哇，别丑啊！梁森平时看起来就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大哥的感觉，但是通过这次我想舞台的相处下来呢，他在刘俊的面前像一个小弟一样的身份，刘俊更像他的大哥。梁森，哎，哈，我们三个人得很明确的直接就往下。天生喜欢错，就是现在太干净了，就是你这样走了之后，擦擦擦擦，啊也行，哎，就是你要衔接的自然一点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